就早上去上班的时候，然后就车停好，然后同事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换车了？”我就说：“没有啊。”我问说：“为什么会这样讲？”他说：“因为车牌不一样。”然后我去看才知道，说我的车牌被人家换了，前后都换了。我就马上报警了。就是报警之后，然后警察跟我说，我那一块车牌也是被偷来的。对，然后我就很担心啊，因为我很怕说人家会误认为，因为他在犯案之前开那一台，他用那一块车牌有偷机车。哦，对，我就很怕说人家会误以为我就是那个人。对，所以说嫌犯去偷的那台车跟你车是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同样颜色，同车型。然后他把那两块脏车牌又换成你的车牌。对，然后就很感谢就是远景他们这样子帮忙努力，然后抓嫌犯。